虎扑11月6日讯，本轮英超，埃弗顿将在主场迎战曼联。赛前，埃弗顿球星哈梅斯·罗德里格斯接受了费迪南德的采访，他透露自己曾接近加盟曼联，由于未能从里尔签下阿扎尔，曼联将目标转移到了 J 罗身上，但球员最终于2013年夏天选择加盟摩纳哥。享受了一个成功的赛季后， J 罗在2014年世界杯上大放异彩。 J 罗说，当时有一些接触，我的经纪人门德斯和曼联的关系不错，双引号，我们一直梦想着能进一家大俱乐部，从我小时候起，我一直都仰慕曼联，双引号，我经常关注他们，有费迪南德、吉格斯和斯科尔斯，球队里有很多了不起的球员。我那年2013年想去曼联的，但没有发生。双引号，双引号，我当时觉得自己需要去一家不是那么大的球会，所以在世界杯前我转会去了法国摩纳哥。我的计划是参加世界杯，在赛事里有好表现，进球，然后再去一家大俱乐部。双引号。